让阅读走进生活，让优秀成为习惯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叔说，小叔陪你一起阅读成长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三句话，能让你看透一个人，太经典了，我看23遍，一起来听。古语有云，夫圣贤之所美，莫美乎聪明，聪明之所贵，莫贵乎知人。即圣人贤者美好的地方就在于明察事理，而明察事理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能知人，会识人。这也是老子所说的知人者智。俗话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识人的关键就是要懂得人心。而真正大智慧的人，就是善于在读懂人性后，再去看透人心，进而慧眼识人。老祖宗的以下三句处世忠告，也算是三句识人口诀，句句经典，可以帮我们看透人心，读懂人性。下面我们来一起学习学习。一，喜传语者，不可逾语。好易事者，不可图事。喜欢把听到的话到处说给别人知道的人，最好与他少讲话。一天到晚喜好议论事情的人，不要和他一起计划事情。说白了，这类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，说话的欲望很强烈，折射出他们内心也很浮躁，所以不能随便相信，敬而远之是上策。孔子说，巧言令色，显人矣。易经云，造人之词多。可见话多喜欢议论他人的人，一般都是缺乏仁爱之心，内心很肤浅浮躁，难以保守秘密，也难以与他们共事。再者，来说是非者，必是是非人。那些人今天可以来你这里说他人坏话，明天也可以去他人那里说你的坏话。所以说，对于这种毫无原则和底线的小人，我们不可与他们走得太近，少与他们讲话，少与他们共事，也尽量不要得罪他们，方为上策。二，粗粝能干，必是有为之士，分华不染，方称杰出之人。能够甘愿吃粗粮的人，必然是有作为的人，能够在充满诱惑的环境中不受诱惑的人，才能称之为杰出的人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君子淡泊以明志，他们对真理的追求胜过对物质的追求，所以他们能够安贫乐道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即便是吃粗茶淡饭，也能体会到人生的真味。但是小人满肚子都是物质欲望，他们好逸恶劳，不愿意吃粗茶淡饭。为了追求华服美食，他们甘心卑躬屈节地向人拍马讨好。所以说，志以淡泊明，而节从肥甘丧。人的志气总是在清心寡欲中显露出来，人的节操都是在追求物欲享受中丧失殆尽。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歌颂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可见真正高洁并不是远离世俗纷扰，而是入分华不染，外圆内方，要有足够的定力。就像陶渊明那样，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人群当中最安静的人往往实力最强。比如说宿舍里面很嘈杂，大家都在玩游戏，唯独一人在静心读书学习，那么此人往往属于人杰，将来有大作为。这便是古人所说的分华不染，方称杰出之人。三，用功于内者，必于外无所求，是美于外者，必其中无所有。在
内在涵养方面努力追求进步的人，必然对外在事物不会有许多苛求，拼命装饰外表图好看的人，必定内在没有什么涵养。最近流行一句，低调奢华有内涵，这是对用功于内者的一种很好肯定。一个人注重内在修养，必然会对外在的束缚和虚荣看得更轻。比如说，很多有真本事的科学家、教育家，穿着朴素，生活节俭，但他们对真理的追求竭尽全力。相反，一个人内心越是肤浅，越是虚弱，他们越是缺少什么，越喜欢表现炫耀什么。比如说，整天穿着打扮漂亮取悦他人的人，实则是缺乏自信和内涵。娱乐圈流行一个词语叫花瓶，就是指某人外表很好看，但是没有真实力和真内涵，徒有其表也是令人不齿的。反观那些老艺术家的演员，用灵魂在演戏，演什么像什么，他们才是用功于内者，真正值得人尊敬。一个人如果过分在乎外貌，视美于外，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弄虚作假、虚情假意上面，必然内在是空无的。这便是古人所说的事欲深者天机浅，凡外重者内必浊。一个人穿着打扮朴素，生活简单，降低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，他们才能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内求发展，充实心灵，最后表现得豁达乐观，做人做事不拘一格。这便是老子所说的为道日减，求道的人欲念一天比一天减少，无欲则刚，最后无为而无不为。看过一个充满禅意的小故事，一个小和尚问得道的师父，您得道之前做什么？老和尚说，砍柴、挑水、做饭。那得道之后呢？小和尚继续问道。老和尚回答，还是砍柴、挑水、做饭。小和尚一脸疑惑，师父，这不是一样吗？老和尚说，当然不一样。得道前，我砍柴时惦记着挑水，挑水时惦记着做饭，得道后，砍柴即砍柴，挑水即挑水，做饭即做饭。大道至简，三千繁华，终归朴素。马未都曾说，历朝历代都有鲜明的个性，人们的生活喜好也各不相同。他形容魏晋时代是精神上的奢靡，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文人，这些人都是风流倜傥的。那个时代和现在很像，事物发展得太快，他们愿意慢下来，专注于内心世界，追求精神上的丰盈充实。比如顾恺之的绘画，王羲之的书法，更有山水诗人谢灵运，放荡不羁，竹林七贤，真正的隐士陶渊明。人总是在问，如何才能拥有丰富而内在的精神世界？其实最有效的方法是少关注物欲声色，多接受艺术、文化和诗意的熏陶，生活由心，自在安宁。庄子《天道》中说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。大道至简，生活最好的状态也许就是物质上简朴，精神上丰盈充实。一个人的精神层次越高，越懂得生命的真谛，所追求的也越素与简。以上便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三句处世忠告，也是三条识人心得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反思，反复揣摩，然后学以致用，融会贯通，指导生活与工作实践。
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，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。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，一定要记得订阅哦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